就每一部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都有两个任务构成，一个是尽量可信地写出人在当时的现实中他是什么样的。但后来我发现在所有的那些好作品中其实还隐含着另一个任务，就人在现实中应该是这样的。正是文学再进一步说，文化高请着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这一面旗帜，引导着人类进化进化再进化。所以明白了这一点的话，我觉得我通过一部这个长篇来实践这一点。除了写到底层这几年的发展变化，人和时代人和人的关系的这种移动，同时还注入这一点，就是说人在现实中应该是怎样的，依然是向善的，依然还要传达包容理解他人，抱团取暖，关爱向善。